是个号嘛，你说这个也是这个号后来他就是，他跟那个手不一样，手的话他一瞬间就是微妙的哈，脚的话有时候那个轻重啊，他跟手不一样，不太好掌握，是难度要大一些。所以有时候画起来之后啊，有很多地方，一些微妙的地方啊，它飞在那个变压器上面。用这个脚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用的那个圆珠笔啊、铅笔啊这些。小品差不多。花呢？再放。还有花的花蕊。这个小品就是时间快。